我咧虽然时间啊差唔多啦，我都想喺观众面前约约你哋先，即系咧我哋咧就有啲小礼物送翻俾你哋两个嘅，咁就麻烦大家留一留低，咁我转头结束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要讲观众拜拜，好啦，拜拜 ，Merry Christmas。普罗价值，全民政治 ，My Radio 2012。普罗 My Radio 强势变阵，12月13日起，全新节目重新安排。星期一4晚10点，玉敏踩场，继续青筋暴现，同你剖析政治。星期一晚9点，妹妹有话儿，5个靓女赤膊上阵，畅谈妹妹经。星期二同星期四晚8点半有天下足球，继续左穿右插，长传急攻，讲尽天下足球事。不过就绝对唔好做胜利球迷啊！星期二晚11点半有投注达人，赌不为过，输才是错。星期三晚10点有玉敏同你讲历史，唔使补习咁奢侈。星期五晚10点，普罗大众学政治，齐齐来到 My University。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首先恭喜大家圣诞快乐！大舅今晚都要做节目，惨啊！今晚唔惨，大家欢度圣诞啊嘛，系平安夜，平安夜系咯，即系你讲话惨嘅话咧，即系点都唔够喺狱中嘅刘晓波辞惨啦，刘晓波同埋好多我谂全世界各地因为争取民主人权啊，即系俾人打压，俾人哋监禁啊，俾人欺凌，即系数不胜数啦。系，仲有啲战火纷飞嘅地方啦，譬如叙利亚啦。嗱，咁今日咧，我哋都系照常做节目嘅，咁啊，但系咧有一两件事咧，就首先要同大家宣布或者交代一下嘅。第一样。
嘢咧，就是、今晚我哋做完节目之后咧，仲有一个时段就系、是、郁敏喺多伦多嘅一个演说或者一个谈话嘅记录录视像记录，咁就好长噶。同大家可以欢度圣诞，度过平安夜，系啊，直踩系。早知我就我同阿大舅都唔嚟，就过个算数啦。我哋嚟到只知啊，真系。系，因为吓咁，另外咧，礼拜因为上即系上个礼拜咧，我讲错咗。上个礼拜咧，我就讲咗咧，就话礼拜一就做，礼拜四就唔做。咁其实咧，今日礼拜四都做嘅。咁我哋就下个礼拜一就一月嘅31号咧，我哋就放假啦。不过好似都有节目播，系咩节目啊？咁郁敏喺多伦多讲完，跟住有呢个纽约，跟住有呢个三藩市 LA 咁，系可以可以继续播，系可以继续播啲，即系郁敏同大家即系欢度呢一个嘅除夕啦。系啦，咁嗱，讲埋礼拜四嗰日，嗰日我哋都会做节目啦。今日礼拜四，咁亦都喺好似今日咁样啦，就系、是、做完个节目之后咧，亦都有郁敏喺三藩市嘅一个录像嘅，咁、那个亦都系好长嘅，系嘛？咁所以大家就即系虽然系圣诞佳节吓，可能唔喺香港或者系即系出去慶祝，咁但系咧，即系都可以，如果留喺电脑旁边嘅咧，都可以睇晒我哋咁多节目啦，系咪啊？系咁好开心啊！咁就嗱，今日咧就大家知道啦，系呢个平安夜啦。咁每逢平安夜咧，其实咧我哋身为香港人咧，我哋都会做一样嘢，就系咧，我哋会记挂翻喺大陆入边嘅一啲文明人士。特別今年咧，即係劉曉波嚇，咁佢係攞咗諾貝爾嘅和平獎，咁但係同另外一位嘅中國嘅諾貝爾得獎者咧，就可以講話同人唔同名啦。咁而家咧呢位即係最新攞諾貝爾獎嘅莫言咧，就風生水起啦，係咪啊？咁啊跟住係語無倫次啦，係嘛？咁但係咧劉曉波咧就繼續喺獄中受苦，咁亦都佢嘅太太阿劉霞咧就被軟禁嘅。最近好似有少少鬆動，鬆咗啦。咁但係佢鬆完之後就冇曬消息，冇曬消息嘅。咁但係呢一個情況咧，即係可以講話咧，係對一個諾貝爾嘅得獎者咧，係一個極大嘅侮辱嚇。所以早前有130多个嘅諾貝爾嘅得獎者有個聯署嘅聲明啦，咁就要求即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咁嗰個聲明都得到國際上好多嘅迴響啦。咁嗰次我哋即係睇到嗰個聲明之後，跟住人民力量就帶隊去呢個中聯辦啦。咁就同時我哋發起一個嘅全世界嘅民意嘅代表，即係主要係議員啊、省長啊、市長之類咁啊。總統我哋就未要求到有公職嘅，有公職嘅。總之民意代表咁就聯署一個聲明咧，就要求要立即釋放劉曉波同埋呢個即係唔好再用各種嘅手段咧，即係打壓啊或者係。見份有禁呢個樓下同埋其他嘅民運人士咧，啲喺內地爭取民主嘅人士咧，咁就我哋就譯咗中英文同埋法文，法文都譯咗啦。咁就開始咧就即係用郵寄嘅形式咧，係呢個嘅聯絡各地嘅政黨同埋呢個國會嘅議員同埋一啲市長、一啲嘅省長咁。咁就逐步去緊啊，即係每日都有些少去緊，因為我哋人力不足啦，咁啊所以。都系慢慢做，咁啊，今日咧就得到第一批嘅回复啦。啊，呢个台湾嘅民主进步党咧，就40个立委咧就全部呢个40个立委联署呢一个嘅声明。咁首先喺呢度多谢台湾嘅朋友啦。咁就希望呢一个能够启动呢一个嘅即係關注劉曉波嘅問題，即係你唔好俾中國政府感覺到咧，喂，我關即係我將嗰人監禁咗咧，你又全世界唔記得佢啦。即係呢個問題就好似解決，你監禁得越耐，全世界嘅迴響越大。首先就130多个嘅諾貝爾嘅得主聲明，跟住人民力量，我哋幾個議員即係人微言輕，我哋就開始啟動。咦，起碼台灣我哋同事去通知咗呢個國民黨啦，佢哋未覆啦。咁但係起碼民進黨已經係支持。咁再有其他嗰啲逐步滾動咧，咁我哋都開始再聯絡其他啲人，所以呼籲全世界嘅網民咧，咁就如果你熟悉嗰啲國會議員啊，一啲嘅市長啊、省長嗰類啲咁咧，即係盡快聯絡我哋嚇，咁我哋可以將我哋嘅聯署咧，可以就 send 俾你係嘛？咁透過你哋嘅聯繫咧，又令到你個地區嘅議員咧。
會關注呢件事。如果肯聯署咧，就覆埋俾我哋，咁我哋可以逐步，我哋希望可以農曆年前完成呢個工作。我老實講呢、這個即係聯署係義不容辭啦，因為你國際上嗰啲所有嘅所謂文明國家啊，咁你面對呢一個咁嘅極權嘅政府對意見人士嘅打壓咧。真係要出聲係嘛？唔好講咩空談咩人權啊，或者咩國際法啦。因為呢、這個呢件事咧，係對呢個成個諾貝爾嘅一個委員會一個最大嘅侮辱嚟嘅。咁我諗咧，頭先阿大牛講過咧，即係只要嗰個宣傳咧係能夠到位嘅話咧，我諗好多外國嘅政要咧係都會簽嘅嚇。因為外國政要，我諗有幾個嘅因素，佢哋要考慮啦。咁當然驚得罪中國啊，得罪中國係一個啦。咁當然有啲未必驚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人民力量三個議員，佢唔知係乜水噶嘛。哦，係嘛啊？咁即係你唔同以前阿馬田，即係佢啊去到美加，佢係屬共和黨嗰邊啲嚇。係咯，即係佢去到美國咁啊，以總統都見佢啦。咁啊，即係包括嗱，我有一次同佢去美國咧，就嗰次就總統冇見，但係就呢個嘅副總統啊。呢、這個Condi Rice 哦，賴斯，賴斯，賴即係賴斯嗰陣時國務卿，係國務卿嗰時國務卿喺白宮裏面見我哋，係啊，啊咁嗰次我諗政府總統有事就見唔到啦。講啊講好多美國嘅政要都見啊李柱銘喎，啊佢我記得佢一次同我講嘛。佢話阿哥見到佢，佢好驚，即係阿哥爾好驚佢嘛。佢咁講啊，佢話佢好緊張，好緊張。佢話哥爾，唔係因為我諗美國啲政要一見所謂同中國民權有關嘅人士咧，都好擔心，即係見完之後咧有咩後果啊？俾呢個嘅見咗嘅人批評佢哋唔係好支持，唔係好關注呢個嘅中國嘅人權狀況，同埋好多時咧就即係話以可能對呢個共產黨軟弱啊咁，即係就擔心。深呢啲嘅評論嘅，係係。咁頭先嗰個咧，其實我哋都即係諗起我哋好多年前咧，就六四，我唔記得係幾多週年，我唔知十週年成咧，我哋都搞過一個做過一個咧網上全球嘅聯署嘅，要求平反六四。咁、那個效果係相當之好啦。咁特別係而家咧，即係因為咧，我諗世界好多國家嘅政府咧，都係因為中國個經濟實力嘅崛起咧，係唔敢得罪中國在这个时候更加要做这件事。这个其实已经不单止是包括政治方面，甚至你会看到很多的外国传媒英文的媒体都怕得罪大陆。因为那个市场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形成就是如果你对照一下就是20年前的主要的美国报章或者英国报章对中国的评论和今时今日看，你会看到很大一个分别。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去到这样的处境，我哋喺香港，我哋唔搞咧，就冇人搞嘅。咁所以上一次有百幾個諾貝爾嘅得主即係發起個聯署咧，我諗呢個係刺激到喺思維上或者喺呢個嘅感情上，都覺得我哋應該做多啲嘢咯。咁啊，即係過去香港當然即係有唔少政黨議員都會每年例行都去呢個中聯辦請願啦。我哋今晚就都去嚟啦，我哋今晚就都去嚟啦。咁但係我覺得，咦，你將呢個雪球去滾大，係令到呢個壓力係增加，同埋對呢個內地一啲即係現時敢講嘢嘅朋友咧，一個支持嚟嘅，啦，都多一分支持，同埋咧都令到中國政府如果再監禁多啲人咧，就可能就會引起個迴響更大。佢所以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引起國際嘅關注，喂、中國共產黨嗰啲北京邊度擔心你香港啲人講嘢就唔擔心噶嘛？佢係擔心個國際嗰個嘅聲嗰、那個嘅聲音啊嘛。咁所以呢一次能夠啟動，喂，起碼台灣有即時嘅反應。咁呢一個即係、就是、對呢個共產黨嚟講，喂，大佬，即係佢都要爭取民進黨啲人嘅支持噶嘛？咁民進黨可能用呢個例子，又會多啲批評佢哋啦。咁頭先大佬講過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論據嚟啦。因為咧，即係你而家就算中國嚇，頭先我哋講到個經濟實力，咁佢始終對外國國際嘅輿論嘅壓力咧，佢都仲有些少顧忌嚇。到而家仲係咁，遲多過咗幾年，我又唔知啦。可能到期時連呢啲嘢都唔驚啦。咁但係起碼而家都有少少忌憚啊嘛。咁所以即係要利用而家係要用而家呢個咁嘅機會咧去做啦。咁但係雖然正頭先我哋講嘅劉曉波啦，咁但係事實上咧，成件事咧唔應該局限劉曉波度。嗱，舉個例，譬如譚作人。呢啲去追查嗰個四川豆腐渣工程嘅事件嚇，咁另外咧就係譬如話三聚氰胺嘅奶粉嘅問題啦，係嘛？咁甚至咧最近有一個即係亦都好多
人咧，即係覺得好痛心嘅一件咩事咧？就係、是、最先去爆個地溝油，地溝油嗰個個記者啊，打死咗。咁、咧又係石沉大海噶啦。咁地溝油以前我哋講話，即係香港獨善其身啦。咁而家發覺唔係啦，都打到嚟啦，係嘛？咁即係有陣時呢啲嘢咧，你以為係人哋嘅嘢。唔系过咗一排，你就知道呢啲系自己嘅嘢嚟噶啦。你讲即系中港融合，我都话中港融合，首先以地沟油融合，唉、哎，真系大镬。咁大家都即系唔好觉得掉以轻心啦，即系话喺地沟油咁啊 stop 咗佢就冇事啦，因为大家知道咧，而家好多点心咧喺上面做噶嘛。佢落咗地溝油，你香港好多嘅即系大酒楼嘅点心都系内地做嘅，唔系好多，基本上全部啊。而家香港冇人做点心噶啦，冇人肯入行啊！因为你知好惨啊，做点心，朝早四点钟。即系我听到啲酒楼啲负责人讲咧，就话家下啲点心咧就全部喺内地，好多喺深圳、系即系附近做啦，工厂做啦，系啦。咁做咗之后咧就急冻冰咗佢，过嚟香港，跟住就运嚟香港。咁啊，第二咁啊，啲时间咧要用嗰时咧，佢哋就解冰，跟住再蒸翻嘅。即系好多啲点心都系咁嘅形式。系啊，咁所以即系究竟呢啲咁嘅公司，呢啲咁嘅食物制造工厂。即系究竟系咪地沟油呢就好恐怖咯。系咁啊，当然啦，即系呢个情况就关乎我哋切身嘅利益啦。咁所以有阵时即系可能即系圣诞过之后都要喺立法会问一问啦，系嘛？喂，同埋你好多喺超市买嗰啲嘅点心，唔系超市即系、就是、超市买嘅，同埋一啲嘅11份，即系11份嗰啲，即系我唔知系咪全部系啦。我估都太坏，唔排除有一部分，即系显著部分都系嘅，真系。咁所以呢个问题咧，即系大家唔好觉得即系香港人咧可以独善其身。系啦，讲中港融合。即系你几时嗰啲豆腐渣工程嚟到香港咧？系啊，都开始嚟噶啦。嗱，咁头先就讲咗嗰个刘晓波嗰个联署啦。咁另外咧就1月1号嗰个情况点啊？嗱，1月1号咧就我哋早几日开咗会啦，亦都正式收到警方发俾不反对通知书嘅、不反对通知书。咁但不反对通知书咧就系、是、由呢、這个铜锣湾嘅中央图书馆起步，去到呢、這个礼宾府。我哋系正式申请个礼宾府嘅，咁都整个路程咧都大致除咗一啲小地方之外咧，整体嚟讲都按我哋嘅申请批啦。咁唯一唔批就系唔俾维园我哋申请维园佢就唔俾。咁因为其他团体申请咗，同埋即系我谂警方担心公展会喺维园进行期间咧，即系如果我哋用咗嘅话咧，可能会引致到一啲同群众之间或者同一啲啊亲中人士之间嘅冲突，或者我哋喂佢而家咪嗰日又有咩支持？梁振英嗰啲上又出嚟游行，嗰日就唔系，应该系前一日，佢早一日，应该系前一日，系啦。咁佢哋即系维稳办好多工作做咗，请好多林记啊。唔系，其实好事嚟嘅呢个，好事为香港创造就业机会。系啊，咁另外一个就系如果佢人数差好远咁啊，即系自暴其丑啦。咁就呢个佢哋早一日有游行啦。咁我谂相信其他嘅团体都会声援噶啦。呢个民建联啊、工联会啊，其他嗰啲可能。他们未必用他们的牌头出来啦、但是我相信亲中阵营都会动员的了、我们就会游行去礼宾府还有亦都个不反对通知书呢是包括批准我们可以在礼宾府的东门呢是这个的集会的、就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够足够的人呢就到时包围这个礼宾府因为他批准那个的路线呢可以是先上呢個上亞利北道，即係喺呢個雪廠街上去，跟住上亞利北道。咁如果到時嘅人係足夠嘅話咧，基本上嗰個路線嘅遊行路線嘅人同時間坐低嘅話咧，已經構成呢個嘅包圍禮賓府嘅陣勢。咁但你話得翻即係1000多人就唔夠啦。咁我相信如果有3000-5000人咧，我哋已經夠圍禮賓府。咁所以呼籲各位朋友咧，即係如果2:30前可以去到呢、這个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嘅就尽量到啦。唔得嘅中途加入。咁如果再唔得嘅咧，5-6点钟咧，直情上五六点钟直接上礼宾府直接上礼宾府。会唔会有多人唔识去啊？咁你呢个下阿里北道上阿里北道，大家应该识嘅。系，总之见人多地方就多地方，到时会有。唔系，总之人多上斜楼嘅地方。总之喺呢个嘅。旧立法会旁边嗰度再向山边行上去啦，咁总之就
見到群眾多的就跟跟隊尾了、嗯、如果是上去和都、計劃留守那些呢、嗯、就帶埋帶多幾件衫啦，要帶一些食物帶一些水啦，同埋呢就有些朋友呢就會帶埋帳幕帶埋睡袋嘅。好似呢次籌備定諗定埋帳幕噶咯，聽講你哋話。係啊，即刻下就會揾啲即係人啊，邊個有嘅就自己攞啦。咁、嗯、我哋就會買少少啦。咁、嗯、啊，希望有翻100多日個帳幕，即係會好睇啲啦。啊，咁就因為即係大家都估到梁振英唔會1月1日即刻宣布下台噶嘛，係嘛？咁同埋我哋覺得你搞呢個社會運動，嗯、即係好多人都批評年年行完之後。后就拍拍拍拍咁啊，当呢个嘅即系交行货咁。即系我最记得几年前咧，我喺立法会闹完啲官之后咧，跟住阿林瑞麟走埋嚟，即系拍我膊头同我倾，喺度嬉笑怒骂咁，做完戏啦咁，我一手揈开佢，跟住我指住佢嗱，真嚟噶，唔系同你做戏嘅，唔系即系连啲官啊都觉得你民主派嗰啲人喺议会上嗰啲激昂嗰啲嘢系做戏，系嘛？咁你真係又係嘅喎，年年係咁樣樣，年年係咁樣樣行，行完之後跟住就和平散去，啊，即係俾唔到呢個嘅領導層咧，即係香港嗰啲嘅權貴咧，政治壓力。你諗下，林卓廷真係嬉笑怒罵走埋嚟，啊，做完戲啦哇，冇嘢啦大家咁，係嘛？即係佢哋都完全冇種心理壓力啊，完全冇種咁嘅感覺，香港人對佢嗰個不滿咧係真嘅，即係憤怒嚟嘅。完全冇嘅，咁所以佢咪繼續可以炒樓，繼續可以啊，即係做佢嗰啲咁嘅即係九奴才嘅工作咯。佢可以好舒適咁做佢九奴才嘅角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如果真係對前途、對香港核心價值同埋對啊為下一代着想嘅話咧，即係唔可以再係好似過去20年咁樣樣咧，即係嗰種循例式啊嘅爭取民主嘅三部曲係嘛？咁所以我諗我哋要顯露嗰個真憤怒，你拉未拉？你鎖就鎖。你告就告，系嘛？我哋而家都慢慢習慣噶啦，啊！我自己都孭紧几条罪，呢一月咧就排晒队上法庭啦，基本上就咁，所以即系1月1日啊，大家即系带埋帐幕，有兴趣留守嘅，咁啊，即系留守得几耐冇乜所谓啦。我相信好大机会就系到时大家接班噶啦，有啲要翻工嘅就翻工，啊，放工嘅就再嚟，咁即系好似呢个嘅左翼，好似早前左翼嘅朋友占领中环啊，系咯，占领中环啫嘛。咁最后当然都系法庭嘅颁令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一次嘅事件，如果你话有翻几千人留守呢个嘅礼宾府嘅、到时搭个帐幕围住呢个嘅礼宾府，全部有晒帐幕嘅话咧，呢、這个系香港抗争运动一个新嘅里程碑咯。亦都俾呢个嘅香港政府同埋呢个北京政府清楚知道、香港人对现时整个嘅民主嘅进程不满。系不满，同埋唔会继续咁样即系哑忍，同埋继续咁样行完就算数，系嘛？即系你要打压呢一个抗争运动，你要付出嘅代价系更加多嘅。系啊，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咧，仲可以更进一步嘅，就喺礼宾府僭建啦，即系帐幕都唔够啦，应该喺嗰度起多层几层楼添嘛。咪噶，其实好多无壳蜗牛同埋好多住板间房啊、住劏房啲朋友可以谂嘅，未僭建，未搭啲帐幕喺呢一个嘅政总出边啲草地，系嘛？咪其实外国好。好多團體是做過的、哦、其實有的好多的是、啊、我記憶之中起碼一樣嘢就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將那些空置了的樓他們自己霸了來住 很多是這樣800多年的、不用給租的、咁啊，我最出名就係呢一個嘅，我唔記得係 Amsterdam， 應該係哥本哈根，有個地方叫做 Christensen， 我自己1977年就親自去過嗰個地方嘅、原本就係一個嘅軍營。咁、最後就俾啲無政府主義咧係霸佔咗，一佔領咗超過10年以上。佢、自己喺裏面咧，我哋當時去嗰陣時咧，就直情可以喺裏面住，就唔使俾錢。咁、但係你要做3個鐘頭嘅勞動。我哋嗰陣時就要負責咧，要喺嗰個嘅營嘅其中嘅地方咧，要搬嗰啲磚頭咧，我哋做一個嘅羅馬式嘅鬥獸場。鬥獸場做個嗰啲羅馬式嗰啲嘅演講場。哦 ，OK。
即係少少啲圓圓地嘅，跟住要搬啲石砌一個台上去，跟住中間有個位咧就可以有個台咧，啲人可以講嘢，跟住另外有啲位置咧就斜斜地上咧，啲人可以坐。哦，演講台，演講台未唔係羅馬式特首，但係你起碼唔使洗廁所啊，唔使洗廁所。咁嗰陣時咧就佢哋有呢個嘅自組嘅自衛隊，自組啲自衛隊嗰啲咧個個都頭髮長長嗰啲咁啦，諗下七十年代，咁咧就。插把刀喺條腰，哇，唔係啊，係啊，插把刀條腰嗰度嘅，跟住咧就有個嘅，跟住有個記影啦，係嘛，跟住咧啲友就邊做工咧就邊吸邊食大麻同埋食呢個嘅 cocaine 嘅。哎呀，嗰个年代，嗰个年代，嗰个年代，啊，呢啲就即系唔关香港事啦。即系咁夜晚黑食饭唔使钱嘅，夜晚黑食饭咧，即系佢哋啲饭从何来？因为你要提供劳动啊嘛，咁你要种嘢嘅。哦，要种埋食得嘅嘢。我住咗两日咧，有一日就要做嗰个嘅 theater 啦，嗰个嘅即系露天嘅即系演讲类似剧院咁啦。咁就其中一日咧就要去掘树仔嘅。哦，掘树仔嘅，种咗树仔就自己收成。系啦，即系佢有一啲地方就做文化，一啲地方就系做呢个嘅产品咁。咁当然食嗰啲嘢。是很普通的东西了，不要紧的，但是你要自己即要分工合作，是一个自治政府，跟住自治政府要分晒工。大舅，你如果讲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公社式的？公社式，公社式，是啦，那这个是当年就是一班的无政府主义，是啦，无政府主义就霸占了当时一个军营，跟住呢就成立自治组织，跟住啲人走去住咁啊。我记得好似我早排睇呢个嘅抄返啲资料呢，就早前就政府正式收返啦，好似收返都引起几大嘅争议啊。都大事都嗰件事件都扰攘咗好耐嘅，好耐好耐嘅吓。咁因为阿大舅讲过，我都略有所闻嘅。咁但系即系呢啲喺外国嘅情，即系嘅情况咧，其实佢系主要针对嘅，即系我哋用香港讲话就地产霸权。因为好多时咧，佢因为个地产商佢托高个楼价，咁好多啲空置佢特登系即系。唔俾嗰個就軍營嚟嘅，唔降低嗰啲，即係你知道六七十年代。但係佢哋抗一樣唔係單係軍營嘅問題，係抗依佢哋冇即係一個廉價嘅地方住呢個問題啊嘛，就所以佢即係揾到嘅地方佢就走去即係衝，即係走去即係攞咗嚟住咯。咁呢個咧，即係我諗喺香港嘅朋友咧，劏房嘅朋友咧。即係都要諗諗啦，就唔係話一定頭先好似大哥講個方法，而係話而家呢個居住嘅情況咧，你唔出聲嘅話，你唔出嚟行動嘅話咧，就只會更加惡劣嘅。其實即係我早前都有個建議可以諗嘅咧，就針對呢個問題咧，劏房嘅朋友可以揾一啲新界交通方便地方嘅農地，咁跟住咧就喺農地上面咧全部搭曬帳幕，因為有啲帳幕好靚嘅，有啲帳幕一房一廳嘅，好靚噶，一房一廳成200多尺嘅。可以搭得好靓嘅，咁即系你咪可以建立一个嘅社区，即系一个无壳蜗牛，或者系反对呢个嘅香港地产霸权，同埋反对香港官商勾结嘅一个嘅运动。咁你话哇，成千个帐幕咁样伸延落去嘅话，好壮观噶。系咁，即系其实阿大哥讲嘅都系六七十年代，我哋都系目睹过啦。木屋区都系咁嘅，因为咁嘅样嘢出嚟咯。即系当年呢个由50年代开始啦，50年代即系当时呢一个。个嘅喺内地啊，涌入嚟嘅大概成百万嘅呢啲难民。我上一代咪系咁。系啊，我上一代五一年嚟香港嘅时候，乜都冇嘅时候，未喺呢个嘅即系石硖尾啲山边、大坑东埋边啲山边搭木屋咯。系啊，但系嗰个情况，当其港英政府就真系面对一个突然间变化情况啦，突然间咁多难民咁啊。咁但系而家呢个唔系啊嘛，咁你即系其实基本上木屋个问题已经系早年已经解决咗，但系而家系即系间接。重現翻出嚟就係唔係住木屋，不過你住倉房咁解啫嘛。咁所以呢個係香港政府有能力解決到嘅問題嚟嘅。咁你啲木屋就係當時可能開頭就用啲紙皮搭下，未用升鐵咯，升鐵，升鐵咯。好啦，咁我哋一節咧喺度結束，我哋第二節再翻嚟啊。點樣搞好關係？係啲唔想話成日反對針對佢啦。我唔係針對佢，係佢針對我嚟㗎。所以依家話全部中央話事啦，話曬事之啦，你仲係邊反對中央咧？可以有咗合作，即係大家傾下啦，好唔好？民主黨咪同佢傾咯。唔係你唔同佢傾，根本冇可能㗎。到時大話唔可以直選，我點？
唔係，即係我老豆近時都係咁樣同我講嘢嘅。唔係，我老豆都係咁樣同我講嘢，但係嚇、啊，我老唔係我老豆都係咁同我講嘢，你唔好反對我啦。係。依家中國同日本為佢電台要可能開戰，咁你支持邊度啊？你支持邊個？中國啫，你支持日本？支持大陸啦。我兩邊都唔支持。O K， 嗱，聽到啦，佢兩邊都唔支持咯。嗱，係中國人。唔係嗱，我你聽我講，我真唔係中國人嚟嘅。我唔係中國人嚟，我係香港人。我話俾你聽，有共產黨統治中國嘅人，我都唔係中國人。我喺文化上嘅中國人，政治上我唔係中國人。你請問你咩國籍呢？阿叔，中國嘅家籍。哦，家籍。我香港家籍。你係加拿大人。加拿大。你係加拿大人。唔係，你入家籍嘅時候，你宣誓效忠邊個？唔係，我想問你，你加拿大入籍嘅時候，成為加拿大嘅公民嘅時候，你宣誓效忠邊個？你有冇宣誓啊？我唔喺效忠英女王，我就宣誓就喺我喺加。即是你宣誓吃生菜。一個人對自己的誓言都不重視的人，大佬你說你是中國人都沒用。OK，即係中央政府個決定，即係我哋只能夠即係順從，係唔可以反對。唔係你嗰個講法係咁啊嘛，你要同佢傾啊嘛。我頭先講得好清楚，人民先係目的，政府係手段，好簡單嘅。即係我好同意，即係有一啲人嘅睇法嚇，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如果唔改變嘅話，我哋是始為中國人，對不對？我們是文化上的中國人，你不要口口聲聲你是不是中國人，我問回你，你就講到啦啦咳咳，你是加拿大人，連中國人都講不清楚，是吧？在文化上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用的文字講的語言，我們對自己中華文化那個承傳，是吧？我們是中國人來的。阿叔，我現在告訴你，我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人來的。嗱，我俾張卡片你睇下。嗱，我你話我唔係中國人，我俾張卡片你睇下，我喺度送張卡片俾你，仲嗰張卡片喺度冇添啊！我張卡片後邊咧有句金句嘅，就係、是、禮記禮運大同篇，你識唔識背啊？大道之行也，即天下為公，選賢以能，廣信周穆。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壯有所用，乖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份，女有歸。貨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自古謀廢而不興，故外乎不廢是為大道。呢、這個就係春秋戰國時代嘅社會主義。OK。大就實行到啦，中國就實行到啦。呢個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最有智慧嘅孔夫子講嘅。OK， 我係中國人，就是、文化上嘅中國人。你呢個中國人咧就是、極權主義嘅中國人，就咁簡單，係嘛？我同你有分別嘅。OK， 我公開講嘅，唔係今日喺度卡成講。我喺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喺我哋嘅政見發表會裏邊咧，眾世大會度講嘅。只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唔改變，中國繼續係一個一黨專政嘅一個國家，我始為中國人。講完，再講中國人，我承認中華民國都唔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因為中華民國的總統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嘛，中國選舉是全世界最優越的，
因為選舉結果是預知的。三月是開人大的，是不是？明年三月換屆，會選誰做國家主席的叔？習近平，他都是候選人，大家都知道是他做主席的，是不是？國務院總理是誰？李克強，又是要選的，原來一早知道的。所以中國偉大的地方就是這裡。什麼叫事實？你要選的嘛，要投票的嘛，叔，是不是？哦，個制度冇，個制度有嘅，你搞錯啦。個制度有係人大代表，人代人代人人大代表入張選票落個票箱度嘅。我下一代都未得。不過得一個候選人嘅啫。嗱，你咧就年紀大過我少少，你就接受咗頭先嗰個叔講你吹啊咁樣。咁就我同你嘅分別咧，就我唔可以接受吹啊咁，係嘛？